想去秋游的感觉。这个颜色感觉好有一种绿野仙踪的感觉。知道我现在想干嘛吗？上面那女孩有不认识？事情是这样子，本来没有想拍化妆过程，甚至懒得化妆，因为今天中午去健身了，然后回来其实很累。今天有一些有意义的活动，我们待会儿慢慢介绍。然后就是想画一个比较有趣的妆，我之前没有想好要画什么，但是刚才我在找衣服的时候，然后突然来了一个灵感，看我身后的这件大吊。你们觉得像什么样的形象？你可以猜一猜我想要尝试的角色。但是我先声明一下，我做不出那种，你也知道我的技术有限，所以我做不出那种非常高级的仿妆，我只能努努力，甚至我也没有它那么白的粉底色好，所以我就先努把力。其实我已经就是打底打一个二了，但是突然想说稍微记录一下，眉毛我最后再戴吧。我今天要做的尝试呢，这个真的不好弄。首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它的这些颜色，咱就是说我所有的眼影都是比较大地色或粉色系的，我还真的没有。看吧，临时做决定就是如此的慌张。他要的这些我一个都没有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将就一下。是他是用眉粉，就是那种眉粉。我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生气的猫头鹰，然后中到了眼影，我呢？这款总有一款是，这有一个，这个是可以，就上吧。这个大底吧，我就很不均匀。这是我第一次搞这种彩妆。经过了一番折腾以后，有了一个眼妆。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他到底是谁，但是我努力了，我尽力了。我真的第一次画这样子的仿妆，我感觉戴上美瞳以后一下子不一样。但是我其实离标准的这个它其实还是差一些，应该就只剩下口红了吧。虽然我不喜欢正红的大红唇，但是呢，为了这个妆容，我愿意一试。这个还蛮红的，你们或许能看得出来，我不是一个很会画口红的人。哦，真的很不美，我感觉像个小丑。我已经从大白天画
我不知道我花了几个小时，然而我花的并不是小丑，救命，真是一团糟，我觉得我整个毁了这个妆，因为这个口红。OK， 重点其实他的头发也是他的精华之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选的人物都是这么的两半的头发，我觉得你大概也能猜得出来是谁了，但是允许我再去挣扎一番，如果结果好的话再来给你们看，现在属实是哎一塌糊涂。好了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无关系。OK， 我带着已经消耗了一晚上的妆来到了今天的一个很重点的环节，就是开头的我买南瓜的那个片段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没错，就是用来做南瓜灯。我从来没有刻过，所以今天要来体验一下刻南瓜灯。看这里有选好的三个大南瓜，这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种可以挑选的形状，我估计会选一个最简单的吧，可能这个吧。两个眼睛差不多了，算了，反正我这个手艺吧，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心有余力不足的这个实力，反正就看到时候能怎么样吧。现在的重点是这个大冬瓜，不是大南瓜。第一步是啥？选你喜欢图案，然后我选的是。27号，所以是要先拿笔画。你看我第一步就已经不太行了，我画画技术就不过关，更别说刻了。你要把这个图案画出来都是个问题。咱怎么说？你直线都在拐弯。我就是小时候，虽然说兴趣班上的多，但是它比我想象中的好切。好像在开那个开刀，这为什么我妈不让我当医生吗？就是在玩那个神秘恐怖箱里面，然后你要掏，让我们用美妆博主的视角去欣赏一下这一坨南瓜肉。好的，我回来了，我要开始刻了，这边已经快刻完了。就是说啊，这个进度呢，小别致，挺东西呀、啊。哇，看我这个眼睛，看我第一个眼睛出来喽！给大家看，好好看哦。我们先摆在这里，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初学者的学习成果。第二个两组子出来呢，好的，最后一个嘴巴。
看我头发，我已经顾不上，我头发已经被焊在我的手里。我现在看起来有点吓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看什么？这个是我刻好了，然后些许的恐慌的一张脸，然后呢，有单独的一根眼睫毛。OK， 三三，你看，这是两个兔子，看，好惊恐啊！但真的是对呀、啊，噔噔噔噔，我的第一个南瓜完成，你看。我觉得还行，咱就是说还行，有那份儿啊。我们把它放在哪儿呢？放这儿。哦，我这个妆容非常的万圣节，他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人物了。我手都在，等会儿这个抖，这个眼泪是什么情况？北极星的眼泪是这么唱，就是我脑子里面是北极熊的眼泪，这个希望就在不远处了。OK， 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环节了。OK， 现在它这么一个小房子，还有一个小南瓜。迷你版，我家大门常为你打开，嘿嘿嘿，好喜庆，家人们，噔噔噔噔，大功告成！没有想到我们花了多久，就是当初说好的一个小时呢，我们做了三个南瓜灯，非常圆满，非常。相当的成功，尤其是对我这种初次体验的初学者来说也非常好玩，推荐大家可以逢年过节的尝试一下，真的很有意思。虽然很过程很累，但是刻出来以后真的超级超级可爱，超级好看。 OK， 今天非常漫长的 vlog 就到这儿了，我去缓一缓我的右臂。你辛苦了，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